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《告白》。那刚刚也说很多了，就这个感觉就到这边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是也是我们一个新的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失物招领》，稍微解释一下这首歌。这首歌呢，我比较想要强调的是说，我这边有很多，我这边遗落很多糖果，我这边有遗落很多歌曲或者是东西，然后会不会可能会是你们想要的这样子？然后我用这个方向去写了这首歌，那就带来这首《失物招领》，掌声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其实我蛮多歌都是这种一直吼来吼去的，很累。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陪你》，那是我们沙巴嘎做的一首我们自己很喜欢的歌曲，这样子。大家有听过吗？没有哈，太好了。那有吗？有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好。其实我们吉他手现在非常的苦闷呢、啊，因为他少一个弦，真的实在是不好去表现他的强项，这样子是吗？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很紧张。紧张。会被大家笑吗？OK， 现在不回答我了。OK。好。那掌声谢谢这首《陪你》。小米记啊，然后非常的卡关，对，
小米鸡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小米鸡知道是什么吗？哇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哦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想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收获小米吗？